终于凑齐了1000个窥镜 S1014， 哎，刚好是我的生日。好，那要买什么呢？迷途诗人吗？迷途诗人要500窥镜，当然不是要买这个蜘蛛花季，花季要1000个窥镜。我到底是要买迷途诗人还是要买花季嘞？当然是要买蜘蛛的花季啦，给它买起来了，因为太漂亮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有拿到这个了吗？花季1000个，有些人会存起来，但是不想买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蜘蛛玩的还算不错的话呢，就可以买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来玩吧。Hello， 各位大家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次来玩花季刚解锁的，非常的新鲜，还热的嘞。我们现在来玩看看好了。那如果是要跟花季这个皮肤的角色交往的话呢，应该就是脊椎会很酸，因为要倒立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倒立，所以有点累啊。没有啦，这其实是诱骗了，诱骗一些良家妇男，对，不是妇女。我刚听到开宝箱的声音，赌一下好了，看地下室有没有人。我赌对吗？哎呦喂，真的躲在这里开宝箱哎。直接正则，来不及放魔术棒。好，他刚开头是魔术棒用完了，然后又正则，真的太亏了，等于是这段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好，这次来追祭司，哇，祭司太可怜了。再一下，解锁一下我的存在感喷丝吧。哦，过去喽。哦，我来喽。有人躲在那里，倒。好，非常快的速度倒了一个，这是始料未及啊。真的是有时候运气好，就是可以赌到地下室有人在开宝箱。通常我也是算是地下室也喜欢开宝箱那种人啊，对，因为通常今晚不会去地下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这种人，所以呢我非常理解这种人的行为，对，我能很了解透彻。好，这是牛仔打到一下，好，应该是一下半啊，丝被喷到了。好，继续追牛仔，应该可以很快把它放倒吧，如果他勾绳子技巧不是很好的话。欸，勾了一个绳子，不过没关系，应该是可以冲刺喷丝打，没打到，可恶，气死我了。好，这个时间他没有抓得非常好，又要勾绳子，又要勾绳子，又勾绳子了。然后这次跟我的搭档呢是这个小提琴家，对，不知道是厉害小提琴家还是怎么的，小提琴家应该是算蛮厉害的了吧，不知道他的这个皮肤呢是好像是个紫皮的皮肤，对不对？好，正则到了，牛仔倒地，继续抓起来，祭司被救掉了，不过无所谓，这个节奏我喜欢，算是蛮快的。好，那如果小提琴家呢，如果玩得不错的话呢，应该是不会输啦，可以这样子讲。好 ，OK， 现在剩下最后一下就可以解锁完美的存在感了。现在打个电话好了，哎，这样打电话很怪怪的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，背对着讲电话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移动喽。好，这个板马拆掉好了。好，这种没介绍，对不对？魔术师、牛仔、祭司、前锋、盲女、先知、医生和勘探员都是不重复的角色。我来帮忙一下好了，勘探员。哦，打到了一下。接着换我，喷丝。完了，不要盗版了。好。始料未及，刹车应该是刹车不及，而不是始料未及。好，继续移动，看一下勘探员能不能被这个小提琴家给终结掉。好，我们现在牛仔被救掉了，我现在要来追牛仔了。好，喷到了先知一下，加速，再加速，干嘛？以为我要打你啊，先知？想太多，不要想正，我就是要打你，没错。但是在牛仔倒下之后，好，打到一下应该会跑了。只是吓吓他而已，没有要追击，没有要深追，主要是牛仔。好，牛仔把他抓起来。OK， 第二次了，对，至少要有人飞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呢，节奏才会比较慢，破译的节奏会比较慢一点。好 ，OK， 现在有耳鸣，在二楼破译有一个人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人了。欸，下来了是不是？要来救了吗？魔术师欸。喷没喷到，打，哇，这个只能说运气不错，对，这个角度还能打到，还能跨着这个魔术师打到牛仔，牛仔就注定要飞了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，飞掉了。OK， 现在来买个东西，5000多块了。那蜘蛛呢？其实有人会先买回复剂，因为他说喷丝的这个间隔很重要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强力剂，所以我一开始买了强力剂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我依然没有买回复剂，买加速剂，因为觉得速度也很重要。对，好 ，OK， 翻过去，这边有人在破译，
祭司吗？Oh no， 我是医生。好，本来强力祭司是对的，你看有没有两下了？三下倒地，帅！三下倒地赚了750。好 ，OK， 再撤通道850，短暂时间就赚了850，还蛮划算的。虽然说医生可能会被救掉了，我现在加速过去看看来不来得及。加速，加速！哎，到了，其实速度蛮快的，因为我买了加速机，所以移动速度真的算蛮快的。好。改变目标，追盲女。这是盲女很早期的金皮吧，也是蛮好看的。你看各位，其实皮肤其实不能说折旧，而是说一开始出的金皮感觉就是非常稀有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你会对金皮觉得说哎呀，这样其实还好哎，对，就这种感觉。所以金皮有没有价值呢？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没有价值，就跟车子一样会折旧的。所以各位，还是老话一句，玩原皮就好了。如果你没有任何收入的话，玩原皮就够了，不需要炫耀什么。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呢，金皮的价值真的没有那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正则到，赶上了，跨窗正则，还不错。盲女抓起来，好，放这张椅子。这张椅子呢？其实有点遗世独立的感觉，要救的话呢非常困难，因为空隙太大了，这边是个大空间大广场的感觉。好 ,OK, 我们现在要买东西。这时候要买什么？我是想买助燃剂了。回复剂最后买，对，节奏要拉快点，因为毕竟破击剩最后两台了。让人家来这边救人会浪费破击可能破译到的时间。OK, 现在盲女剩最后十几秒，我们来看一下公一下，这边有是不是有人啊？有欸，喷，这样也能中，打，再补一刀，再补，我再补，没打到，我再补，太漂亮，这一下真的太漂亮了。好 ，OK, 先回防盲女，看有没有救盲女，应该是有，有耳鸣欸。哦，哦，勘探员，好，喷到了，要来吗？飞掉来不及，要打那个前锋转，这波很转，可以。好 ，OK, 再飞过去，不是飞过去，怎么飞过去？飞不过去，我是用移动过去，对，讲飞过去，好像是红点的感觉。好 ，OK, 我们现在呢，祭司被救掉了，我现在呢来稍微帮忙打一下这个祭司，让他继续倒地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个防守还不错。OK, 抓起来。先把板给拆光光，抓起来之后放椅子应该就飞了。祭司应该是第三次了吧，还是第二次？看一下，飞第三次。OK, 好，把最后的这个回复剂也买了，就是完全体了。再加上一下这个黑色污泥，对，不见得要丢啦。其实买了之后通常都没再丢了，不知道什么，因为自从污泥没有伤害之后呢，我就很懒得丢它了。各位也是一样吗？有跟我一样吗？好 ，OK, 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勘探员在这里，加速，加速，兴奋。刚刚是有喷到哦，对，刚刚是有喷到他。好 ，OK, 继续。这个兴奋用的真的是太好了。哦，又喷到一次了，完蛋了，他只要再中我一下，他就要倒地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弹开来，我的速度比你的磁力还要快一点。好 ，OK。魔术师往那边逃跑了，等一下来追魔术师好了。对，这不要浪费一下他的足迹。对，好，追上去看一下，在后面啊，在这里没跟丢。好 ，turbo 一下。刚蜘蛛是有一个滑步的感觉，好，喷到，再一下，差不多。好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回防一下，不然的话会被压板。好，再上去，来冲刺。拿到了，下面是谁抓到谁啊？哦，抓到先知 ，OK, 我抓到魔术师，太棒了，抓起来。好，继续放一只，最后两台机很难破译的掉了吧？先知不是，勘探员被救掉了。先知在倒数，附近没有任何的耳鸣，也就是说先知这边要守一下，让它飞掉。好，让先知先飞。似乎我们的小提琴家也有买助燃剂，所以节奏快了点。哎呦，又破译掉一台了，糟糕，剩最后一台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再看一下这里，这附近有耳鸣，在这里治愈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，没喷到，有障碍物。
好，这是前锋，我开了一枪，继续兴奋一下哦，打，好 ，OK， 又中了丝，追击，拜拜，哦，有护肘哎，好，最后一下了，叠了那么多层丝，明显速度变得很慢，所以真的跑不掉。哎，其实中了蜘蛛的丝真的是很绝望哎，我觉得蛮绝望的。好，前锋也上瘾，只能剩最后的医生跟勘探员。OK， 医生倒地了，剩最后的勘探员了。勘探员，我来找看。哦，在那里有足迹，不过好像被针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直接抽板刀，好，赢了，就是这么强悍，就这么厉害，就这么威慑，就这么狡诈，全部最高分应该是24000了吧？我想应该是看一下。耶，24000！不过小提琴家确实也是蛮厉害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算制作影片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